Rhapsody 協奏曲。協奏曲主要成分有仙人掌、西洋参。仙人掌有10000多种植物营养素，快速提升人体免疫系统，对抗癌细胞和病毒，能够帮助伤口愈合以及避免结疤，能够中和身体内的有毒荷尔蒙，快速提升身体的抵抗能力。西洋参有助于增加体能，加强专注力，增加脑血供应，预防记忆衰退，保护大脑免受压力荷尔蒙所带来的伤害。在调解人体压力荷尔蒙的同时，也能够帮助消除疲劳，补充精力。